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骆驼。没错，骆驼可以在酷热的沙漠中行走，而且好几天都不用喝水，也不怕热到中暑哦。骆驼不怕热啊？为什么骆驼不怕热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是一吗？因为它都自备水壶在身上。还是二呢？因为它有买电风扇，可以随时吹。该不会是三吧？因为它每天都吃很多冰淇淋。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骆驼在沙漠中可以不吃不喝，是因为它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哦。哦。当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，这种蛋白质就会平衡血液中的水分，让骆驼暂时不会口渴，再将背上驼峰内的脂肪转换成水分及养分，来补充身体的需要。哦，很神奇吧？